水果神尊第二集，火刀三砍，一重仙剑。什么？仙剑碎？仙剑怎么会碎？这小子太笨了，一重仙剑不是仙剑，一重仙剑是树叶变化的。你竟然是橘子帝国卧底。太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们竟敢把太子打成重伤，我跟你们拼了。瞬移一刀，去死吧。仙术化翼，你居然没死。一刀，气术三段碎。魔力真仙，他是修仙者，我打不过这个修仙者，交给你对付。好家伙，你竟然是一位修仙者。十四红仙圈，十四万级真仙境前期修仙者亮仙圈，遇到别魔力你可能会活命，遇到我今天注定你会陨落。十五红仙圈，十五万级真仙境前期修仙者，我打不过他。开启结界大阵，洛克紫葡萄卫将军，快带太子。区区结界大阵就想阻拦我们吗？光速剑，头好疼，头好像要炸了，旧伤复发，看样子结界大阵维持不了多久。传送阵，好，今天你们跑不了的。丢魔力现眼，十五万级真仙境前期修仙者竟然打不过十四万级真仙境前期修仙者，你出门千万别说你是修仙者。多眼菠萝大仙，你去追杀异绪离真仙。我只听命樊明举大将军的命令，任何局的命令我都不听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违抗命令。一刀，亮仙圈，你想打架是吧？你打不过我的。大家都是好兄弟，别伤和气，别打架。这样吧，展辉局票骑将军，我们大家一起去追杀异绪离真仙。什么？渡劫竟然失败了？金富贵渡劫失败，突然天降巨石，穿越到水火宇宙。异绪离大将军，白晨至号离太子停止呼吸了。白晨至号离太子轰了。什么？这白晨至号离太子生平乐善好施，一只蚂蚁死了都能伤心一年，如此善良之离为什么命就这么短呢？末将愧对皇上信任，没有保护好白晨至号离太子，我在此立誓，我一定要替白晨至号离太子报仇，若违背誓言不得好死。天打五雷轰。这是哪里？我在哪？什么？我怎么受重伤了？什么？我怎么变成一只离了？十钻剑，你在哪？关键时刻找不到剑了。白晨至号离太子，你没轰，太好了。白晨至号离太子，你声音怎么变了？未完待续。